查一下吧。哎呦，我的牙好疼啊！我来帮你检查一下吧。张开嘴巴，啊啊！先戴上开口器，检查一下牙龈。牙龈有些红肿，需要消炎处理，给伤口和肿包涂上药水。拨动机器检查一下牙齿，发现了两颗蛀牙，这两颗蛀牙有小牙洞，需要进行修补治疗。先把黑色的牙洞挖掉，牙洞里钻出了好多细菌，快消灭它们。用水把牙齿清洗干净。牙洞都清洁干净了。给牙洞填满补牙料，用蓝光把补牙料烤硬。牙洞都补好了，现在把牙齿打磨光滑。治疗完成，坏细菌都消灭光了，脏兮兮的牙洞补好了。谢谢医生。小朋友，早晚刷牙，饭后。